佛果品第一，如是我闻，一时佛在比亚尼安罗树园，一大比丘众八千人聚，菩萨三万两千，众所知事。再来这一句是大智本行戒序成就，大智本行戒序成就。所以单单这一句啊，大智两个字你就讲不完了。今天晚上就讲大智两个字。大智就是波叶，智就是波叶，就是我们念咒的Om Om Ahom Beta Guru Bema Shiti Homse， 那个 Bet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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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两个字就是波叶，也就是大智。为什么要加上 Beta 两个字呢？因为所有的佛就是智慧非常圆满，所有的菩萨也是智慧圆满的，所有的阿罗汉也是智慧圆满的。这里讲的大比丘，这个大菩萨都是智慧圆满。